我只希望你能从我的眼前消失掉。我都恨死白花了。我必须要尽一个父亲的责任。我不想跟别人分享你，包括你的女儿。啊，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我还不知道你那些鬼心眼儿。 受，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！现在白华住在医院，我答应过小米，仗义一回，你们都不去。 我去，海鸥，你陪我去一趟。我陪你去一趟。啊，爸，您身体还没好利索呢，能行吗？行。大妹，要不我陪爸去一趟？老东西我管不住，你可不能去。 海洋，你还没好利索呢。海鸥，你陪我去吧。 哎妈，给小米带点吃的吧。哦，有包子，还热乎的，厨房。 白华，白华，你看看我，我是方慧呀。白华，你看看我，我是方慧呀。白华，你看看我。叫，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
我爸他习惯。爸，你快看，我妈来看你来了。 这有什么好说的？和他认识周海英呢，他居然连白小米都不认识，偏偏认识周海英，这不更好吗？好什么呀？这下你可以彻底死心了，把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的，无牵无挂的，去欧洲旅游啊！就怕我人是到了欧洲，可这心呢，还留在白华的病房里。 别说你还在乎我，你放开了我的手，选择了他。
你怎么了？你爸的电脑我打开了。真的？密码是什么呀？20年前的一个植树节，也是你爸来我们家的日子。重要？不知道。肯定是啊，不然你也不会记得。大闺女这三个字，我爸是不是也是在那天听到的？不知道。那我爸的日记里都写些什么呀？零零碎碎的一些杂记吧。妈，偷看别人日记可是侵犯隐私的呀。你不是想还你爸一个清白吗？那就要知道他有没有受贿，不看这些东西怎么能知道呢？这么说，你是同意当我爸的法律顾问？我没答应。哎，王总，这么早就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需要交代的？郑律师啊，我今天来呢，一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二不是为了周子健，我是为你来的。你的事情呢，我已经听说了。哼，我妹妹写的。黄总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跟你的看法不同。背叛就是背叛，不能原谅。郑律师啊，当我听说他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了，唯独还认识你，这说明你们之间有过一段很难忘的感情。就说周子健吧，他瞒着我金屋藏娇，我当时的气氛是可想而知的。但是他能在第一时间还想到我，这说明他心里还有我，我是很有感触的。黄总，绕来绕去，你是不是想说明周子健不会杀人？当然。郑律师啊，我现在倒情愿你把周子健的事情放一放。先把白华的事情给解决了，要不然我的心里啊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谢谢黄总。海燕儿，是你给滨江商业银行监察处写的举报信？举报信？举报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写？问你自己。白花事件的所有起始由来，为什么都有你的影子？姐，说话要有根据。我为什么要写信啊？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随便你怎么想，反正我没干。我会把事情搞清楚的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。我要当白华的法律顾问了。你真的要管他的事儿？你疯了吧你！海燕儿，爸爸刚大病一场，我不希望咱们家别的人再有什么事儿，尤其是你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说的，请你及时告诉我，好吗？
没事，去吃早点，给我吧。我爸还没起来呢。起了，靠在床上看报纸呢。来，妈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那我去啊。哎，哟，二妹来了。海燕来了哈。二妹。哼。哎。爸。啊，来了。 你怎么不叫你大哥呀？谁说的？妈，你还真让他在这住呀？不在这住，在哪住啊？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这是狼啊？啊？他真是你爸的亲儿子，他救了你爸。我跟你说啊，像这样的狼啊，来多少我都不怕呀。 妈，我可跟你说，他在这儿住下，就不会走了。以后说不定这套房子还是他的呢。哎呀，这不以后的事儿，你瞎操什么心？真是。行行行行，我不操心了。哎，对了，妈，我姐要管白华的事儿，您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你听谁说的？不可能。这样吧，明天呀，他来了以后我问一问他。啊。不过。 他帮我帮白华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你忘了你跟我爸是怎么给他气病的？嗯，老东西啊，那吃点早点吧，啊？啊！哎，你跟海燕说什么呢？ 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这么着急？怎么了？说。天意，咱们分手吧。为什么呀？我妈妈答应帮我爸了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就是不让我和你接触。 你答应了？我仔细考虑过了，我爸爸现在都已经这样了，我必须这么做。小米，我答应过你妈妈，和你减少联系，可是也没必要这样吧？我不想为了这个事儿天天和我妈吵架，为了我爸，我出国签证的事儿还瞒着我妈呢。你没必要瞒着你妈妈呀，这只是暂时的，心在当务之急，需要帮我爸爸找一个法律顾问，帮他澄清事实。我妈妈是最好的律师。 只要他肯出面，我爸的事情肯定会有转机的。不行，我找你妈谈谈去。秦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怎么了呀？真没出息。妈，嗯，你这血压可有点高，可得注意了啊。 被我爸刚好了，你又病倒了。嘿嘿，这人年轻的时候啊是人找病，这岁数大了就病找人，没事儿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嗯，你大姐给白华做法律顾问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？我没听说。妈，大姐，你来了。听说你要给白华当法律顾问，真的吗？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我想接手这个事儿。为什么？白华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没关系，可是这跟小米有关系。为了白华，小米现在都不愿意出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白华这个案子，可能跟海燕贷款有直接的关系。白华现在都这样子了，如果是为了海燕而蒙冤，那你说？ 我们这心里能过意去吗？大姐，你要接手这件事儿的话，可得得罪二姐了。就是因为海燕儿，所以我才想把事情搞清楚。如果事情真是属实的话，我不希望她越走越远。
就为白华这么一人，你们姐妹两个翻脸，那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？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也考虑了很久。海燕要是不还这1000万贷款，那受损失的可是国家。你们说吧。海英说得好，这件事情要是闹清楚了，国家不受损失了，海燕也没问题了，谁的良心都干干净净。所以，海英跟白花当法律顾问这件事儿，我表态不干涉。你们都在啊，妈，哎，我给您买了床蚕丝被，特暖和。哎，行了，你们聊吧，我还有事呢，先走了。哦。啊，爸妈，我也去上班了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呀？我一来都走。我有事儿，二姐。二姐，这事真的和二姐有关吗？我希望没关系。如果真的和二姐有关呢？你怎么办？为了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男人，得罪二姐，这值得吗？海鸥，你听明白了？我没有在这大义灭亲，白华和海燕的事已经都摆在那儿了，就算不是我，别人也要把它搞清楚。给妈一声，白华出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大姐已经决定做白华的法律顾问了。海燕，白华的事儿要是跟你有关系，你大姐那脾气你可也不是不知道，较起真来那是六亲不认。爸，他还真下决心做了。你大姐这么做有她的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简直就是神经错乱。白华是什么人？是抛弃过他、伤害过他的人，是对咱们老郑家有仇的人。管他的事，简直过不起。20年都过去了，什么仇不仇的？过去过苦日子的时候，你们姐妹三个却睡在一张大床上，和和睦睦、乐乐呵呵，什么事都没有。现在呢，大鱼大肉吃着，高楼大厦住着，这事儿是越来越多。海燕儿，你姐姐做出什么决定啊，是她的事啊，你别管，你管好你自己啊。我跟你爸爸在这儿，你老实说，你到底对白华你做了些什么？妈，爸，你们怎么现在站在他那边同情他呢？难道你们都忘了他是怎么伤害我大姐的？忘了是怎么把你们老两口气病的？现在反过来同情他？我们不同情他，我们同情他干嘛？可是我们也不能害他。他对不起我们老郑家行，我们老郑家人绝不能对不起他。海燕，你要是背着你大姐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把白华害成这样，海燕，海燕，你可就缺了八辈得了。爸，你爸爸说的对，这人呐可千万不能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。哎呀，这日子呀再苦再难都不怕，不能丢了人的尊严。你要是真是害了人的话，那就不是尊严的问题了，那就不是人了。我害谁了？
谁也没害。谁也没害，那就别心虚。踏踏实实的，该干嘛干嘛。嗯，那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啊。好，没问题。那行，下星期五去你家拿。好好好。啊？什么？哎，行行，那先这么说了啊，拜拜。二姐，来。你怎么想到上我这儿来喝水？大姐真的要管白花的事。二姐，你把那银行的贷款还了不就完了吗？钱我迟早会还的。我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有这个心理准备。但是白花她不仅仅是因为我贷款没还的问题。可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你没还贷款开始的。白花因为这事儿可惨了点儿。你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？过分？他白华就该倒霉。我就是不明白大姐，为了一个白华跟我闹成这样。都已经离婚了，干嘛管他的事儿啊？一个是大姐，一个是二姐，你们让我怎么办啊？哎，我真没想到会跟大姐闹成这样。从小到大。都是大姐说了算，这回我说话算数一回行不行？我替她出口气行不行？二姐，听你这口气，白华受贿的事儿真的和你有关系啊？我们姊妹三个弄成现在这样，何必呢？这篇文章你写的吧？海鸥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跟大姐一个鼻孔出气。姐，我等你一个人没事儿下着玩呢。哎，姐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俩总是下棋，可我老输给你，我这心里啊还真不服气。有一回我还把棋盘给撕了，你还笑我呢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发誓一定得赢你，我就跑去买书研究，还跑到少年宫去报象棋班。可是等我拿着比赛的奖杯跑来跟你论高低的时候，还没下你就认输了。姐，你真的认输了？我当然认输了，就你那股坚韧不拔的劲儿我就认输。一个房子，去了也触景生情，同样受刺激嘛。欧洲别管了。嗯，欧洲你真的不打算去了？姐，我不想去了。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好，我一想起白华她都神志不清了，她还能记得郑海英。我感觉呀，郑海英又把白华夺走了。你呀，怎么那么优柔寡断呢？当年你和白华结婚，不是挺有勇气的吗？怎么结婚才七年，勇气去哪儿了？姐，你决定管白华的事儿，是不是一时冲动啊？那看来，咱们姐妹俩要撕破脸皮成为对手，你是深思熟虑了。黑儿，
你干嘛那么害怕我当白华的法律顾问？我不是害怕，我只是不明白。姐，这个男人不仅伤害过你，对咱们家也带来很大的影响，你为什么还要帮他？我真的不理解。白华是小米的父亲，我是小米的母亲。小米想知道他爸爸是不是清白的，有没有受贿。为了这个，他现在都不愿意出国了。海燕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能有什么选择？好，姐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是你的亲妹妹。如果在白华的事情上，我真的做了些什么，你是不是准备六亲不认、大义灭亲？你不保护我了？在白华这个问题上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，说出来，我们共同来解决嘛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和白华之间只是正常的经济往来。大姐，是我，还没回家呢。没呢，一会儿回。大姐，你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啊？海燕又找你了。是。大姐，我不希望你因为白华跟二姐关系搞僵了。你去找一下海燕，你对她说，我不是冲她，只要她能及时的抽手就行了。事儿，你都跟谁说过？没有啊。哦，二姨问过我，她还问我这里面有多少钱呢。我说这是个秘密。只跟二姨说过。对啊。哎，妈，这件事儿和二姨有关。别乱猜，我只是问问。郑海英已经给白华做法律顾问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周密周律师说的。看来这婚呢还是离对了，说不定他们早就暗度陈仓了。你能认识到这点，说明你有觉悟了。如果真是郑海燕干的话，那郑海英能把白华洗得干干净净吗？洗干净洗不干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反正你已经离了嘛。如果你还想复婚，你就花钱为白华请个律师，请一个比郑海英还要有本事的大律师。你愿意花钱为他请律师吗？姐，我想去看看白华。你呀，去看什么呀？一个木头人能看出旧情来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温斯特先生来电话催了，你怎么回答他？我跟他一点感觉都找不着。你呀，处长了，处久了，自然会有感觉的吧。可是，我看白华第一眼的时候，我就对他有感觉了。
现在不是已经离了吗？说明那种感觉不牢靠。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儿，你们就吵架，一点都不能包容。这事儿啊，跟别人不要再说了，说了让人笑话。郑律师，真是要好好谢谢你了。周子健的命总算是保住了。谢我干什么呀？周子健本来也没有故意杀人。要不是你啊，积极努力，结果不是这样的。他要在牢里待一段时间，那你以后是怎么考虑的？我会等他出来的，也相信他会接受教训。争取早日出来吧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郑律师，谢谢你了。郑总。郑海英已经插手白华的案子了。四海公司项目下马，公司倒闭，不牵涉司法程序，对外公布都快一个月了。除了对海燕集团有些负面影响外，其他并没什么问题。我这个大姐啊，可不好对付。这样，你约一下唐律师，下午我想跟他见个面，到时候呢，你也一起去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温先生，先生的事儿，你总该给人家一个回话吧。姐，现在啊，你的心里头是乱七八糟的，没什么话。你看，打折的机票也都预定了，签证也都已经办好了，你现在反悔了，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说呢？姐，你要为难的话，要不你自个儿去说吧。他刚才来过电话了。说要单独请你吃个饭，要不你吃饭的时候跟他说吧。说归说，饭就别吃了吧，等我再说吧。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你说郑海英三姐妹关系够铁的吧？是啊，七年前他们三个人对付我那阵儿，一个比一个狠。这就对了。万一郑海燕是假破产，是假贿赂，这些都是事先和郑海英商量好的呢？不可能吧？我说的是万一，万一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现在，白华又和你离了，郑海英又做了白华的法律顾问，这不等于设好圈套，让你往里钻吗？那我呀，就偏不离。我让他们兴师动众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万一白华一辈子都神志不清，你心甘情愿的伺候他一辈子啊？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依我看啊，你就高高兴兴的和温森特赴约去，能找到感觉更好。高高兴兴的周游世界去。姐，这样做不好吧？再说。对那老头一点感觉都没有，那你就干脆的回绝人家呀。高主任，这次的报表做得还不错，我觉得可以拿他定论了。主任好，请问一下，哪位是宋处长？哦，你好，我就是。啊，我是白华的法律顾问。哦，
郑海英，郑律师，我们在医院见过面。是吗？快，请坐。宋处长，要不你们先谈，我一会儿再过来。好，请坐。白华的情况是这样，我们一直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怎么解方慧吗？我是郑海英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听说你在卖房子。我现在是白华的法律顾问，我提醒你，房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你无权私自处理。Me.